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今天的直播时间。今天也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而今天的天气呢，未来的一周其实都还蛮类似的，基本上如果会下雨的话，都是比较偏重在山区，还有在南台湾地区以及在中部地区。如果真的要分个一二三名的话，最容易下的就是南台湾，再来是山区，再来是中部地区。而未来一周六到日都是如此。而北台湾地区呢，虽然整体来说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中午之后也要注意，如果山区发展出来的强对流比较强的话，也不排除会往平地的地区来做扩散，所以平地呢也是有机会会下雨的。那么这时候要怎么看呢？虽然现在感觉整体来说天气还不错，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你看到外面的云层变得比较厚，变得有点乌云密布的感觉，记得出门的时候带一把伞，或者呢就是随身带一个折叠伞放在包包里面，或者是放在公司，其实都是有备而无患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未来的几个小时的天气变化。基本上呢，在今天下雨比较多，是集中在南台湾地区。正如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在整个南高屏地区，今天一早都有发布大雨特报，而现在是已经解除了。但是屏东的雨有多夸张？今天屏东呢，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已经下了100毫米的雨量，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像是在屏东有在早上的时候发布过豪雨等级的降雨。而在北台湾呢，雨相对是比较缓和一点的，而在山区呢也是有一些对流发展出来的降雨，但是今天整体上来看，其实雨量也不是到特别特别的多，大概时雨量呢在以中部以北大概都是5毫米5毫米左右而已。而到了今天晚上，热力作用再消散，山区的降雨会再明显的趋缓一点点。而在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沿海雨之所以还会多，就是因为海陆风的符合，这几天吹的都是一个西南风，所以西南风呢在白天的时候吹海风，晚上的时候吹陆风，而在早上到中午的这个时间点，西南风会增强，会往陆地上面来推，所以整个时间点来说，从早到晚南台湾地区都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阵雨出现。而在北部地区相对就比较缓和一点点，因为它是处于整个台湾的比较末端，风吹过来的比较末端，所以雨相对是比较少一点点的。它如果要下雨的话，比较偏重在中午的热力作用的加持，或者是山区之后下来的雨没有办法消散，就会往北的地区来做扩散。但如果以一个整体上面来讲的话，西南风最容易下雨的地方就是西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而在山区呢则是在午后地区的降雨。另外就是西南风持续的吹它的背风侧，东北部宜兰这个地区呢也是容易有午后阵雨的，但是呢这几天的高压相对比较强的情况之下就不会。但是如果高压有相对减弱的话，宜兰地区的午后雷雨几率也是相比于北部来的比较大一点点。而在明天呢，同样的降雨范围也差不多都是集中在南台湾地区还有在山区。而未来一周的降雨呢，其实就跟刚刚的十二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都差不多，基本上呢北台湾雨非常非常的少，花东地区的雨也几乎都没有，中部山区呢到了夜晚和清晨热力作用消散之后也没有雨，但是南台湾地区的雨呢可能就真的是从早下到晚，尤其在早上的时候呢，因为西南风相对是有一个日变化的，它的强度会来的比较强，所以早上有时候你上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上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南台湾地区雨感觉好像来的比较多。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之前去上个月广东的前汛期也是，他们的雨呢都比较集中在早上到中午的这个时间点，跟我们台湾的热力作用感觉很像，比较不一样。他们是从早就开始下，而现在我们就在经历他们上个月所经历的时间，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南台湾地区的民众雨也会持续的下，而这样子的雨呢，至少会下到礼拜日，都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夜晚清晨南台湾地区有雨，而到了白天之后呢，雨区范围稍微的扩大。而在南台湾地区要注意，除了有西南风的动力加持之外，还有中午之后温度够高的热力作用影响，所以中午的高温也会让雨下的比较大，午后的强对流也会有出现强降雨。而这个强降雨到底会有多大呢？不排除在山区会来到大雨等级，而在南部地区大雨到豪雨的等级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另外在离岛地区也差不多，金门地区、澎湖地区，因为住离岛这边西南风吹的情况之下呢，跟南台湾地区差不多，都是一样有雨。而马祖地区呢也要注意有午后雷雨的状况，位置
纬度相对的比较北，最主要也是因为在这一个封面呢，其实这几天这几个礼拜影响台湾的降雨都跟封面脱离不了关系。虽然有时候封面是压在巴士海峡，有时候封面是划过台湾，有时候封面像这一次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但是呢，其实这一次的封面是停在台湾的北部海面，甚至有不断的慢慢的往北移动的趋势。以目前这样子的步伐来看的话呢，预估在下一周或者是6月17号的这个时间点就有可能达到出梅的时间了，到时候呢梅雨季就等于已经过完了。但是台湾的气象署为了要方便大家好记，还是会把5月和6月都定为梅雨季，所以出现在梅雨季的封面都叫做梅雨封面。但是相对典型的时间呢，已经过了6月17号之后应该就已经结束了，雨会变少。但是大家依旧不可大意的原因在于7月就是台风季的开始，到时候台风也会逐渐的增多。有没有影响台湾，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做追踪。会不会有可能像之前所说的反声音现象，这台风会比较靠近台湾，而且侵袭台湾的几率比较高，这个就等到我们后面模式如果有出来任何一个热带低压或热带扰动的话，我们都会为大家来做最新的报道。好，我们再来看，讲完降雨我们来看的是温度部分。在这一周呢，其实就如这个温度趋势图你看到的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觉得很像早晚的温差很大，主要呢是早上的时候已经够热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会来得更热，因为没有了乌云挡住的时候，太阳会来的晒的地表晒得更通红更热。我们看到红色的地区呢是东南部地区，它从礼拜一的时候温度呢其实就已经接近到35度，甚至到礼拜三到礼拜日的这个阶段呢，高温已经突破了35度。这是因为吹西南风，所以在背风侧台东地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焚风的效应，焚风呢就代表说它高温局部地区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像是大武乡就特别容易出现焚风。好，除了台东很热很热之外，它是又干又热的风之外呢，北部地区也是需要注意的。北部地区是蓝色的这一条线，这几天其实高温都已经来到了30到32度了。今天中午的时候大概12点到2点的这个区间，大台北地区新北市地区已经出现了32到33度的高温，很热，甚至这个体感温度呢有来到38、39度。而在未来几天的体感温度，甚至连在北部哦，台北市哦，都可以有41、42度的体感高温，非常的热。所以时间点就是在礼拜三到礼拜六的这个时间，北部地区高温也有机会飙到平均高温35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再更高。像是这时候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所以大台北地区除了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背风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盆地效应，所以温度会来的比较高。再来南部地区温度也是很持之以恒的热的，因为这几天南部地区本来纬度比较低，比较靠近赤道，温度本身就高，只是因为它的温度没有比北部地区的特定高温还要来的高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降雨相对于北部比较多，所以多多少少可以让这个温度呢不会升得太热，因为这有雨下下来温度就会略降个1度到2度，这样相比之下北部地区没有雨，北部地区的温度一下子就比南部地区高出不少。另外像是在整个花莲地区呢，其实也差不多，花莲地区就跟南台湾地区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因为它靠近海边，它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海风的调节，所以温度相比于北部以及内陆地区都会来得再凉一点点。而到了这个季节呢，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喜欢到外面踏踏青的话，要特别注意不要穿一些颜色很鲜艳的衣服，因为你会发现身体上会多了很多一小点一小点，像是芝麻甚至比芝麻还要小的虫子，它们通常都会成群结队出现在你的衣服身上。尤其如果你喜欢穿黄色或者是绿色这种反光性比较强的衣物，很容易会发现。或者是如果你住在郊区，你在晒衣服的时候，有时候呢你也会在那个衣服的褶皱上面啊，或者是袖子上面啊，都会出现这种小虫子。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几十倍几百倍来看的话呢，它大概就是长这样子，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它非常的小哦，只有大概 0.5 到2毫米不到1公分，就是一个我刚刚所说的一个芝麻甚至比芝麻还要小的一个虫子。那么这种虫子呢，它对于农民朋友来说是特别害怕的，因为它会吃一些花卉或者是吃一些果实，甚至连蔬果呢，这个季节的蔬果它都会吃，所以一当它有出现的话，农民朋友就会把它当虫害来做消灭。而对于人类来说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影响呢？直接影响危害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过敏族群的朋友的话，你
它爬到了你的身上，你尽量不要用手去拍打它，因为它身体上面释放出来的一些黏液还是会让过敏的患者容易出现瘙痒或者是红肿，甚至严重的人会出现呕吐的状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看到这一种蓟马这种小虫子的话，用吹的或者是挥的把它挥走就 OK 了。然后要怎么避免呢？就是少穿这种绿色啊或者是黄色这种容易反光的衣物，白色还有蓝色也是蓟马比较喜欢的一种衣服的颜色。好，再来，今天也是端午节嘛，我们刚刚有提到端午节呢，我们很常会提到的一个人就叫做诗人屈原。那么屈原呢，他到底受了什么样子的苦呢？为什么要纪念他？是因为他受到了小人的谗言，所以他当时就怒跳了汨罗江。那为了要纪念，不要让屈原的身体在江边，在江里面被鱼虾所吃，所以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就会做这个粽子，把它丢到江里头去，然后让这个鱼虾去吃粽子，不要去吃屈原。而且为什么要划龙舟？就是因为希望透过这个划龙舟呢，能找到这个屈原的遗体。当然，现在这一个说法呢，有经过一些考证，认为它可能只是一些《聊斋志异》啊里面提到的一些相古的奇谈，可能没有一些科学的根据，但是呢，也就这样流传下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端午节它其实又叫做端午，所谓的端午的午是一二三四五的午，是因为刚好也这个时间点就是农历的五月，而这个时候呢，天气也逐渐的开始转湿，而且疾病也逐渐的增多，食物很容易腐坏，所以在这天我们会尽可能的要大家来补一补。怎么来补呢？像是在过去武则天，他就喜欢在这一天来采药，配置一些美容的秘方，像是他会用这种益母草啦，把它磨成粉，当做胭脂涂在脸上，就把它当做粉底。听说这样子呢，可以养颜美容，对他而言来说是有这样子的说法的。那在清朝呢？清朝呢，则是会皇帝会赐予大臣们一些香囊啊、香珠啊、绣扇，还有清凉衣料等等的衣物，或者是避暑药，就是目的要防暑避邪、活血消肿，都让他们的大臣呢可以安稳的度过这一个节日，这一个日子。那也因为端午节又叫做五毒日，所以也有这种呼应五毒的这种盒子。乾隆的时候呢，他有珍藏这个嘛，就是他们这五毒就是所谓的蝎子啊、蛇啊，还有蜈蚣、蟾蜍、蜘蛛五毒，来作为这一个当时的一个寓意、一个象征。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除了端午节吃粽子，还有插艾草。插艾草的目的也是要为了要驱邪避凶嘛，就是尽量把一些晦气啊给除掉。我们这个时间点很喜欢吃的粽子，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你吃粽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忌口，因为粽子的热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它一个200公克的肉粽，它的肉热量呢就已经高达了500到600大卡，等于如果你要消耗它的话，你跑步至少要1.2个小时才可以消耗掉它。而且呢，粽子它的原料就是糯米嘛，那糯米呢本身就很油，甚至南部人也会笑北部的粽子叫做3D 的油饭，你就可以知道它热量到底有多高。所以如果你要吃这个粽子的话，我们会建议你不是不能吃，但是就忌口，尽量少吃。那如果你吃了有很大的罪恶感的话也没关系，就是多吃一点蔬果，或者是吃一点膳食纤维，因为里头呢是没有什么一些纤维素的，你多运动，然后多吃一些这些膳食纤维呢，多多少少可以有一些帮助，帮你消化，然后帮你把这些热量，多余的热量给排除掉。再来呢，粽子要怎么来做保存？因为很多人收到粽子一下子都是一大捆，然后有很多颗。那保存的话呢，粽子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超过2个礼拜。你冷冻呢，也不要冷冻超过2个礼拜。但如果你放冷藏的话呢，就不要超过3天。而且最重要的是，蒸过的粽子不要再把它放回到冰箱里面。除非你真的不怕吃坏肚子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做。再来，外观如果有结霜的话呢，代表说这个粽子本身已经离开过低温的保存，也代表它是容易腐坏的，或者是里面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质的情况，所以最好也是不要吃，比较保险一点点。好，那未来2周的天气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基本上呢这一周就是封面，它的位置相对于在台湾比较远的地方，在台湾的北部海面甚至已经有点逼近到长江流域这一带了，所以这一周的雨都比较偏向在南台湾地区，因为西南风把这个封面往北推嘛，热空气南方的系统把封面往北推，所以西南风要注意的就是在南台湾地区的降雨会稍微来的比较多一些些。而在第二周呢，太平洋高压会相对往台湾的方向来
牺牲，所以台湾地区的降雨会比这一周来的比较少一点点，指的是南台湾地区，因为北部地区其实在这一周雨也不是特别多，如果真的会下的话，都比较集中在中午之后的午后热对流发展出来的降雨，而且这种雨下了大概40分钟左右就会逐渐的趋缓。再来温度的部分呢，这一周也是非常的热的，甚至未来一周、未来两周温度会持续的升高。过了端午之后呢，这个温度呢，其实以前有一些人说，在过端午之前，这个比较厚的衣服都不要收，而如今呢，全球暖化，你不用到端午，你到立夏的时候，其实端午啊，你到立夏的时候呢，其实冬天的衣服就已经可以收了。但是现在时间点都已经来到端午了，代表说你后天比较厚的一些外套啊，甚至薄的外套，你也可以把它收到你的衣柜里头去，或者是给它打包收到你的床头柜里面去，因为要再穿到的机会不是特别高。我们刚刚也带大家来看到了这一周的温度图，全台湾的高温，平均高温都在30度以上，你要穿外套其实也非常的不舒服，再加上是湿热的天气，你很难去排汗，所以这样的感受呢是更加的不适的。好，我们再来要看到的是，现在全台湾要进入到炎热的模式，梅雨季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梅雨季呢，过去梅雨季都会认为说，在台湾上空至少要停留3到4天才叫做典型的梅雨嘛。前面几波呢，虽然我们叫梅雨季，但是都没有经历到一个很典型、很典型封面滞留在台湾上空至少3到4天的梅雨封面，所以这一个梅雨季，我们说它虽然总体的雨量比较少，因为它封面都在巴士海峡，或者是像这一次一样在台湾的北部海面，但多多少少都有带来一些降雨。那很多人就开始慌张了，就尤其是南台湾的观众朋友就讲说啊，梅雨季带来的雨很像没有到特别特别的多，没关系，因为七月之后呢，又要紧接而来的就是台风季，是整个雨量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之一，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月呢，南台湾地区的雨还是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雨呢也会下，但是比较偏重在中午之后。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所谓的梅雨季要结束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南方的系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开始往北推。所以原本呢，在华南地区封面会停留在华南地区，但是在过了梅雨季之后，过了台湾的梅雨季之后，它的封面就会移到长江流域这一带，而再过一个月之后呢，它就会移到华北这一带，所以它的纬度呢是会越来越高的。而台湾地区的降雨呢会相对比较少，降雨就比较偏重在中午之后的热力作用转为夏季的降雨形态以及台风的降雨。而未来几周它要再下来有没有机会？还是有，但是这几率相对比较低，甚至在下礼拜二礼拜三太平洋高压要升过来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封面要再南下的几率就更低了。但是也不能不说，它有时候有些封面或者有一些高压，陆地上面的高压移出来的时候，还是会让这个封面相对压的位置比较低一点点，但是这几率已经微乎其微。所以未来几天你需要做好的工作，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中午的时候尤其特别的热，体感温度很高，而且没有下雨很闷热的情况之下，你的排汗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排的特别多，请记得要做好补水的相关作业。再来，全球的温度呢日渐的升高，主要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极端天气很多，所以疾病也开始越来越多。像是在去年台湾的登革热呢，就一直延烧到10月、11月，都还在持续的烧，南台湾地区依旧非常非常的紧张。甚至呢，有人说，如果这个温度在持续的升温上去，不控制的话，可能在这个世纪末，台湾夏天的高温就会长达7个月之久。而以台湾来说，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两种病媒蚊，就是白线斑蚊，还有埃及斑蚊。而白线斑蚊呢，它现在也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所以它的适应的空间、适应的地理区域也越来越广，已经来到了1500公尺海拔以上的高山上面都有发现它的踪迹。而埃及斑蚊呢，之前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一张图，它有感觉好像有跨过浊水溪以北的区域来跑。而且虽然我们在新北市过去有找到埃及斑蚊的个案，但是呢，相关单位一查发现说这个单位数特别特别的少，代表说这埃及斑蚊如果北上的话，它要生存的几率还是偏低的。所以现在看到在北部地区的埃及斑蚊还算是个案数字，不需要太过担心。但是在全球暖化的前提之下，你也不排除可能在几年之后也有可能在北部地区会有大范围的出现埃及斑蚊的状况。甚至不止台湾，像是在中国大陆也是，
过去呢，华南地区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登革热的疫情爆发，但是呢，就是长江流域以南啦。但是现在随着全球暖化的关系，所以它的纬度越来越往北，甚至连在黄河的北岸呢，过去都有发生一个小规模的爆发登革热的疫情，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蚊子，这个病媒蚊，它适应的温度、适应的区域越来越拓展，越来越往北，甚至不止在东南亚地区、华南地区、中国大陆地区，在欧美国家也是。我们先来看到，在过去一年统计最多登革热的病例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巴西。巴西呢，就占了大概82%的案例都出现在这里。他们总共有多少个案例数呢？有630万例，而其次是阿根廷，通报也有42万例的疑似还有确诊病例。而在巴拉圭的部分也有25.7万，秘鲁也有近20万的登革热疫情。而除了这些地方，因为它本身的纬度也是距离赤道比较近，又或者是南台湾地区温度本来就比较高之外呢，在欧洲地区也是，像是克罗埃西亚、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也都有陆续疫情传出的灾情，尤其相对比较南欧的位置温度会来的比较高。但是在过去呢，其实这个地方是不会有登革热的，因为病媒蚊到那边也很容易灭绝，但是未来这种情况只会加剧，全球暖化让全世界的温度都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好，我们最后要来做一个总结。大致上来说，未来几天天气状态呢，就是南台湾地区的雨多，而北台湾地区如果会下的话，比较偏向在中午之后，但下雨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有时候雨可能会来的比较大，所以建议南台湾地区民众出门的时候这一周都带伞会比较保险。而北台湾呢，你可以带一个折叠伞，中午之前你可以防晒，而在中午之后如果有下雨的话可以把它拿出来撑，因为如果你这时候带一个比较大的伞的话呢，可能比较不方便啦，有些人会觉得有嫌麻烦。而在未来一周温度也是持续的升温的，尤其在礼拜三之后西南风更强，在台北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请大家做好补水还有防晒的工作。好，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明天再跟大家做气象上面的分析，拜拜。